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家用汽车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台2011年宾士 C300 的车型，那新车价是268万，目前店内开价是558000元整。引擎的部分，它是3000cc 直列六缸自然进气，搭配七速手自排，它能输出252匹的马力跟34.7公斤米的牛顿比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仪表的部分，它目前公里数是134228公里，有里程保证。它有标配左右双区恒温空调。现在看到是后行李箱的部分，最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这一台2011年宾士 C300 的车型，目前店内开价是558000元。如果有喜欢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到我们家用汽车来电赏车哦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